有一个魔咒叫每逢过节胖三斤，你中招过吗？面对节日那么多好吃的，怎么样能够又不控制嘴又能够不胖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跟我一起动起来吧。第一个动作，交叉跳，双肩下沉，双手打开，手肘及手腕伸直，双脚打开比肩略宽。好，进行左右的交替，注意在这个动作当中保持呼吸，不要憋气。第二个动作，矮人走，身体下蹲，腹部收紧，身体挺直，大腿与地面平行，双膝打开与脚尖同宽，不要内扣或外翻，进行前后左右交替的步伐训练。这个动作当中要注意收紧核心及身体挺直，不要弓背，保持呼吸。第三个动作，简易波比跳，双手撑地，注意肩后旋，手肘不要完全撑直，双脚向后跳，身体成平板，然后再收腿跳，并且站起来带一个跳跃。那在这个动作当中注意保持呼吸，以及使用你自己能够接受的频率去进行训练，不要过快。以上几点你都记住了吗？希望能够给到你帮助。我是拉萨教练，我们下期再见。